再来问：如来有佛眼吗？没错，如来有佛眼。佛眼是什么？它不只是可以看到四圣界，甚至可以上可以看到四圣界，下可看到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十法界，全部通通都可以看到、看得到的，包括人的心，哪一个人起心动念，他都可以看得，都很清楚的，不是不清楚的。这就是五个眼睛，五眼啊。